小弟，咱做怎样了？吼？怎样？林子谦拍摄啦，今物阮干爹去俄罗斯凤凰人顶调的，随时拢有危险，为着要甲因斗相共，我只好掠你来转移俄罗斯凤凰的注意力。所以你现在意思是说陈中心已经动作了？是啊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把这只老狐狸定掉的，就能找到温瑶跟安姐了。快点，咱赶紧去，别让机会把他们两个藏起来。喂，子谦。夏风，你快来救我！我拄着。子谦，你想怎啦？喂，子谦。子谦没无缘无故打电话叫我救你啊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啦。你先挂过，我有代志要处理，咱保持联络。是。我看你对罗家峰也是非常感恩嘛。这么危急的时阵，你竟然是打电话给伊来求救。那安尼，小弟我对你安排应该是没有意思无？子谦，子谦。惊醒啊，子谦！哎呀，这是宽头！子谦，子谦，子谦，惊醒！时间差不多，带人送去咱准备好的所在。是。